因为威苏威火山好像又要爆发嘞，你看那个烟冒到2公里高，哎，这是不是爆发的前兆啊？你讲威苏威，我想到以前的庞贝城。是，我跟你讲，公元79年的时候，庞贝城就是这样瞬间被毁掉，哎，喷发完之后整个就消失了。是，那这附近是不是？可是你看这下面还都是城市，哎，你看这么多密码都是住在。那威苏威火山是不是真的要喷发了？是，那大家是不是应该要赶快疏散啊？你看那个烟大到这种程度，会不会太恐怖了？我想立刚，结果他们去调查的结果是啊，大家安呐，这不是火山爆发，这次其实是失火。火山失火？哎，你们在说笑话？我完全没有说笑话。火山怎么会失火？我跟你讲，因为意大利最近天气太热，嗯，结果在维苏威火山附近，它的东北跟西南角都出现了一大堆野火，直接因为太热，直接烧起来。所以你意思说那边的树林起火了？是，而且烧了100多个地方。那我远看等于以为火山要喷发了，烟太大，看起来好像火山爆发一样，实际上只是一个单纯的失火事件。